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1年7月10号，来回站7:44哦。我拍摄的是1129次机，我们发车从西湾线港北湖的盈利社微笑三面组用九百星906全热。906全车在台北站停靠，然后先跑1129次看北湖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朋友们啊，按赞你们多多点我们的就光片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月子再见，拜拜。